您可得等。等？等什么？等，等着，我还得报花名呢。你会吗？会。你连一年四季开什么花都不知道，还报花名？听了姑娘的，我不就会了吗？那么你就报报我听听。哎，你要是忘了哇，姑娘给你提个醒。我还是说报就报。我的五姑娘啊，春季里开花，十四五六。错了，没错。春季你怎么出来个六？是六。六。六。六月六，看谷秀，春打六九头。头上插的本是桂花油，有了裤，有了袄啊，有了我的花枕头。夏季呢？夏季里开花，热的难受。怎么瘦？是瘦，瘦瘦，瘦不了，到河里去打跟头。头上顶着荷花，花底下生藕、哦，藕坑里去冒鱼，我就冒啊。就猫啊。你猫什么呀？我就猫了一个大泥鳅。怎么还不来呀、啊哎、你可来了。那张家小姐你那不是吗？哦，带我去见。不行。那我回去。不行。哎呀，你叫我怎么着呀？蹲下。蹲啊，蹲下。相亲你哪有蹲下的道理？相亲都蹲着。阮妈妈不成呐、啊、你别嚷嚷啊，你蹲下我把你带进去。哎呀，不成呐、啊、秋姐开花嘛。开开开花。你呀，你给我蹲下呗。秋季里开红花，开蓝花，开紫花，开白花，花花花。什么花花花？那可都是花。哪里去？大树后。假山石，假山石，那假山石里头也开花。假山石也开花，冬季开花吗？开花，开。冬天呢？冬季不是天冷吗？就把那花呀、啊、都冻死了，就不开花。
辈子了，哪能不懂好歹呢？你看看我这只玫瑰花，好吗？出来，出来。这花好吗？哎呀，好啊！别嚷嚷。三木，相亲不许说话，不许说话。阮妈，哎，进去，进去，进去。阮妈，哎，又香又红，哪一朵花可也比不上呢？有人可说了，说什么了？说，说你头上那只好。说我这只好，嗯，哼，那是眼珠不真不识货，他是有眼不识金镶玉，嘿嘿，不怕不识货，就怕货比货，哼，哎呀，他要是那么说呀，那就是瞎子。他拿着兰花当野草，他拿着黄瓜当香蕉，他拿着琉璃当玛瑙，他拿着煤球当元宵，他真是好歹不懂黑白不分糊涂颠倒一个大草包，他拿着黄土块愣当金元宝，他拿着烂柿子愣说大蜜桃，他拿着凤凰当燕郊，他拿着棒子面的饽饽当个枣雪糕，我看他坐井观天他的见识小，我看他桌子底下放风筝出手就不高。欢妈妈，我是代替相亲还是挨骂来了？赶上什么就算什么，哎，岂不冤枉啊？看见了没？看见了。好不好？好啊，好啊，挨骂也值得。不像话。下山时候你把身藏好，猛然想出计一条，姑娘啊，咱们回去吧。嗯，那也好，我前边带路，我四下观瞧。好了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花园里呀，有了坏人了。在哪儿呢？哪儿呢？是一位少年的书生，他怎么了？他从假山石后头跑出来了。他出来了。谁出来了？谁出来了？啊？我，嗯，我没说谁出来呀、啊。您不说有人出来了吗？哼！哎呀，上我爹娘的院里去了。啊，他跑那儿去了。嗯。哎呦，我的傻儿相公哦，我逮他去。
我花桥。请问你贵姓高明？我要领教。孝顺家。嫁什么家？家住东村，我叫王尊清，到此本是第三。叫一声王尊清，你来的正好。好啊，好啊。